臭小子，这又买什么了？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哦哦哦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谁呀？阿姨，是我。哟，林杰啊。阿姨，你这么快就来了？刚才说打电话说有事儿。没想到这么快，什么事儿啊？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，这是清风落在值班室的衣服，我洗干净了给他送过来。哦，你看这孩子，你脏衣服拿回家来我洗啊，你看还麻烦你。没事，阿姨，一点都不麻烦。进来吧。啊。啊，不是你，林姐，你坐那儿，你坐那儿。啊，这地方脏，我还没擦呢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没事，我坐哪儿都。你先坐着啊。清风参加移植中心的讨论会还没回来呢。没回来呢，我先把这快递拆了，我再给你沏茶啊。这不是清风的快递吗？对呀。您直接拆开啊？不拆怎么办？这盒子放在家里多乱呢。啊，不，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爸我妈从来不会帮我拆快递。啊哈哈，哎，一家有一家的习惯。我跟清风吧，我们俩从来就没有界限，他对我一点秘密都没有。其实他应该有保留隐私的权利，是吧？嗯。林姐，你可别跟我上纲上线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对别人那是你有隐私，是吧？你一家人天天在一起，有什么隐私啊？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的，那是外人，对吗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机器人。机器人？这是我专门买给清风的扫地机器人。哦，你买的？你快递过来的？啊。哎呀，我说你刚才干嘛不让我拆呢？嗯，机器人，这扫地机器人是吧？嗯。这扫地这分分钟就能扫了，还用什么机器人啊？嗯，这个扫地机器人啊，我打算给您看看啊，它操作起来特方便。你看，就这么大一圆盘儿，您用的时候啊，只需要摁一下这个操作键，启动它就可以了。放在地上，什么你擦不到的地方啊，它都可以钻进去。哎，林姐，我们家我打扫卫生就没有我擦不到的地方。我把布头干净了，犄角旮旯我一点一点的擦。你不信，你现在摸摸，你现在摸摸那个边边沿沿的，你看看。我知道，阿姨，我不是说您打扫的不干净，我是说您太辛苦。您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挺不容易的，每天要趴在地上给他打扫房间，特别像沙发底下呀，还有书桌下面，您都要跪着，很伤膝盖的。万一再扭了腰，像上次咱们在对门，对门那儿的事儿，我不再会发生了。我先做好防护了，你看我腰封，我平时老带着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再说就这个，就这个机器人，我是觉得，它吊灯能打扫吗？还有就是你看像柜子上面呀，你这个上面玻璃啊什么的。我不是还都得靠人擦吗？所以，那倒是，是吧？但是您不在清风这儿的时候呢，清风可以留着自己用。我为什么不在啊？我怎么不在啊？我什么时候不在呢？所以我说，林姐，真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弄这么个机器人。可是我真的，我跟清风我们都不需要。你先把它收拾好，给带回去吧。哎呦，我就是想让您省省心，省省力。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谢谢你了，你收拾收拾，把它带回去啊。我这样，我赶紧，我洗手，我给你泡点茶啊。谢谢阿姨啊。不客气了。